消息，他希望松本没有遗憾，而且是很勇敢的回去。他说听到那句话，他很勇敢，他没有哭，可是我看他的眼泪已经快掉下来了。这句话到了阿美族哥哥的爸爸的耳中，他爸爸听到之后，从那一天牵着剑志从凤林走了两天两夜，到了码头要去送松本，可是那时候他们已经在上船了，水牛不可以进去那个码头里面。于是这个佃农在码头外一直高喊着松本恰胜，松本恰胜。最后他妈妈好像听到了，跟他说阿美族哥哥的爸爸牵着剑子走了两天，我们以为他走不到这里，但是好像有人听到外面有人在叫Matsumoto桑，在叫松本恰胜，可是那时候他已经要 上船的楼梯了。他看着外面，他一直在看，虽然他没有看到任何的影像，可是他说他听到剑子的叫声，他相信那个爷爷佃农爷爷有来，他也相信剑子在码头外。其实他每次来都一定要去凤林，而且要去农开町，那个在民国71年被台风还有大水所淹没的那个当初他住的那个农开地，其实一直到了上次10月18号回来的时候，他才告诉我的很贴心的助理说，其实我到现在我还在寻找阿美族哥哥的坟墓，我想去他的坟墓跟他说我没有哭，我很勇敢，而且找这个坟墓我会一直一直找下去，直到我再也没有能力再找他的坟墓。这又是另外一段台湾跟日本不会因为时间空间所割舍的爱。那其实呢，在我每个演讲的最后，我都会给现场的人一句话：一个愿意给人幸福的人，一定可以得到幸福的。在我还没有拍纪录片之前，我以为那个幸福是男女之间的爱。但是拍完纪录片，我终于知道了，那个幸福是给你周遭人的爱。当你给予的时候，就是拥有，那个拥有，就是心里面最大的富有。虽然卖了房子拍纪录片也没有钱再把它买回来，但是我很富有，而且有那么多人愿意看他们的纪录片。谢谢你们愿意用你们时间的片刻来看纪录片，也更谢谢你们愿意用屁股继续坐下去听我把它唠叨完。谢谢你们，你们辛苦了。如果你们觉得他们的故事有力，请继续把他们的故事分享出去，我会继续带他们回家，但是我不会再让媒体采访，我会继续用我的方式告诉在弯身回家上面告诉你们他们的故事。弯身的故事是爱，一个人与土地、人与人之间不会因为时间空间所割舍的那份爱。而这个故事跟这个纪录片，我只希望看到人可以得到生命的勇气和力量，还有把握人生，珍惜当下。辛苦了，お疲れ様でした。写一本新书，所以我们期待有更多弯身的故事会在5月出版。昨天那个总编有打给我，好了，你今天去睡觉，所以改六月。OK， 因为我其实真的非常感谢他能够过来，因为他过来本来想做3天的时间能够在香港休息一下，没想到他一下熬夜在写他的新书，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他为这个弯身的故事付出多少的心力跟血汗。那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可能再留个5分钟左右，5到10分钟开放给现场的观众，有没有什么提问？其实我常说，其实我这个纪录片呢，这个纪录片在台湾呢，没有什么大企业包场，最大的一场是旺报的350个人的包场。那这个纪录片呢，从10月16号上映到1月4号下档，我总共在12月
一个月陪了全台湾的观众看了27场，就这样一直走着，一直走着。到了新竹的时候，他们有一群新竹的叫做铁粉嘛，就田中福家的粉丝，然后他们就说，而且他们号召都是秒杀，每次只要他们在 FB 上面号召包场，然后包那个号召的人都会被骂，你不会再加场吗？你不会用大一点的戏院吗？那通常都是秒杀，而且他还制作了那个什么，手那个面子进去的人。看的比较有可能会哭更多的会更多几方。那其实那一天呢，我早上呢是在台北第一场演讲，第二场是在新竹中午演讲，晚上陪他们看。看完之后，我还是很开心的跟他们聊天。可是他们发现了我平常我演讲的时候我是穿高跟鞋，因为腿太短，我怕呢现场太大，你们只听到声音，前面好像是幽灵在找不到人。那可是我已经不再穿高跟鞋，而且那时候穿的鞋子很大，我是23寸半，我那时候买25寸，因为整个小腿跟脚是肿的。而且呢，他们发现我走路怪怪的，原来是里面大的水泡里面有中的，中的里面还有小的，真是美丽啊。那时候他们问我说，等一下晚上还要冲去台中，而且台中早上中午有演讲，晚上还要陪大家看，你怎么撑过来的？男人都没有这样的体力，我说全靠意志力。而那个意志力是怎么来的？就是你们给我的勇气和力量，让我撑过来的。所以我常说，我可以把这件事做完，完全是因为大家的支持，我才能走在这里。因为你们的相信，你们的支持，我才可以在台湾没有逃跑，继续把这件事做完。那到了很多场，很多的店长或者是电影院的经理，他们会知道我那天在那边，他们会买10本、20本等着我签名。他们说，当在戏院里面工作10几年了，第一次遇到卖票的人被买票的人催票。只要有一个人买了，只要就他拿到票，然后跟卖票的人说《弯身回家》很好看，一定要去看，后面就一整排。弯身回家很好看，一定要去看。然后跟旁边说弯身回家很好看，一定要去看。他说呢，这是第一次卖票人被买票的人，就是被他们催票。那其实很多场，他们说都是看到荧幕开了，还坐在那边没有起来，甚至很多人看完了是在现场拍手，还有人莫名其妙站起来，田中十家加油。然后人家说田中有来吗？没有啊。那其实很多场，他们只知道我在的时候，他们都排很久。那其实这次呢，在大阪影展，他选为开幕片，还有节目片。那每一场呢有400个位置，在2周前的10点公开，一个人最多只能买2张，在第18分37秒的几秒忘记了，反正呢就已经没票了。而且听说呢，现场呢，因为没有买到票的人还去现场排队，但是呢，依然主办单位被骂场次太少。那听说呢，现场在那里的2场呢，弯身每一个人告诉我的啦，他们说从那个开始片尾在唱副歌的时候，一路拍到已经打开了，大家站在上面还在开，然后主持人跟他们说不要拍了。那其实，在台湾呢，有好几场也是这样子。那我想弯身回家呢，我最主要希望带给大家的就是那个爱。很多人问我说，你是怎么走过来的？其实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的艰辛，很多很多的为难，但是呢，我只想说，心中的爱可以让所有的为难变得不为难。谢谢。那个安乐公司终于买了《弯身回家》的版权，香港确定今年下半年秋天的时候会在台湾，会在香港上映。那听说呢，刚刚呢，其实有哭的请举手，不是、眼睛流汗的请举手。那其实呢，听说《弯身回家》呢，这个眼睛流汗的指数只有3。
那那本书《眼睛流汗的指数是四》，听Ken Jo世家现场的演讲，他破了5，而且呢，不要带面子，也不要带卫生纸，带毛巾比较好用。如果有朋友来，那带大浴巾 ，A 面自己用 ，B 面朋友用，大的面大家一起用。那他们呢也有可能会策划这里的演讲。那如果你们觉得他的故事很美，他这个故事呢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族群，其实写这个故事，我另外最希望的是族群融合，跨越族群。这个世界是一个地球村，也希望这个爱可以让彼此之间的互动，彼此之间的那一个珍惜可以更扩大。人不是一个人可以独自存活下去，而是互相合作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一场演讲最后呢，大型的演讲嘛，后面有片尾的默言会唱一把六的意思就是互相合作。人不是单独一个人，人是群居的。当你生气或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都是你最好的朋友。那最后呢，我还想给大家一句话，是我昨天签给老师的一句话。其实这一本书也是我研究未来会出的一本书啦。那人生呢有很多爱。我在书下一本书里面呢有一个因子。那其实呢，在这个书里这一个纪录片里面，我也画了很多樱花，因为奶奶从小告诉我，樱花开了，愿望会实现的，樱花的味道叫做幸福，而那个幸福味道呢，就是爱，爱是宽容。爱是包容，爱是请连他的缺点一起爱，爱是你们争吵的时候想想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，爱是义无反顾的勇敢。希望你们也可以为爱而勇敢。谢谢。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是不是学生会那边有？对，那我们现在就邀请作者Ken Jo世家以及杜振宇博士接受台湾学生会的感谢。由于今天作者Ken Jo世家其实还有准备一份礼物，那我们现在邀请台湾研究中心代表林森辉教授到台前接受这份礼物。一起拍一张大合照，所以麻烦大家就是尽量往中间靠拢，可以吗？往中间挤，大家辛苦了。可以坐在阶梯上面，对。你这样走。
家。今晚的电影欣赏及映后座谈也就到此结束，但明天还有台湾文化节的压轴活动，在明天晚上6:45 YIA 康本国际学员演讲厅3将会有一场由刘克昌老师及王浩毅老师带来的文化对谈，欢迎大家西班一起参加，谢谢。最后再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学生会主办，香港中文大学。